我们现在在插香，就是我们刚刚已经有拜完了，现在在插香，针对每一个贡品呢进行插香的作业。我们现在手上香最多的是我们的师三姐姐，她香好多。哦，我们的小静也不遑多让，好多。好，那插完的朋友呢，就会在树荫底下乘凉。好，这样子。嗨，冯姨，我帮你跟恩佑帕斯塔拍张合照好了。耶，不错不错。好。鸡哥的肚子。嘉哥跟一三在讲话。这些是我们一起有中原普渡的朋友们。我看不太到画面了，因为背光太严重了。但是我知道我要运镜。